迷航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跟现在大家听到的版本是差很多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你可能有印象吗？你有感受到迷航改变很多吗？你说之前在我们学校表演？对啊对啊对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其实差很多。我回去翻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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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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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看到跟现在不一样的迷航都不是我们唱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因你而在》，让我欢迎特别来宾白频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白频率，我是主唱芒果，我是鼓手潇潇，我是吉他手佑林，我是贝斯手冠宏。哇，你真的是好久不见了，事隔一年了吧？对，真的很久不见了，很久。对，大家好，我大三的时候来参加那个我们班的音乐季，到现在已经他们已经发了新作品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可以来讲一下。做部分，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先来从比较基本的先开始讲，就先从团名开始讲好，就是你们团名的由来啊，然后以及说你们创这个团想要带给观众什么。其实白频率这个名字的由来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义。就是有啊，我看那个啊，就是你们粉丝专业的简介，我都说哇，好深奥，对对对，大家都要这样嘛，没有，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当初组成的原因是我们要参加一个比赛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团名，然后那时候就说团名就要取三个字才帅，对，我就这样想，然后要有颜色，然后我们就想说想一下有没有一个颜色代表我们的作品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想想就觉得哎，白色好像还不错，然后就想要白，然后声音这个部分就是用频率来替代，所以就是白频率这样。就诞生了一个，在全家便利商店诞生了一个团名，在便利商店里面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还待到两三点这样，对对对。因为你们2018年的时候，你们有发了 EP， 就是如果你们到我里面，对，然后要先讲一下这张的创作故事。好，我今天有带来，就是这一张。那这张作品叫做《如果你能到的雨》里面，然后里面有收录了四首歌曲，然后有《残酷》《苹果》，然后《如果你能到的雨》里面跟摇滚乐。那《如果你能到的雨》里面这首歌曲是我们就是创团的第一首歌作品，那时候拿来报比赛的歌是吗？好像是哦，是，对对对，那时候拿来报比赛的就是这首歌，然后就是这首歌其实历史很就是。很悠久，从创团到现在，然后他还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表演。然后，这首歌曲它其实在这张 EP 里，就是象征的是一个循环的概念，就是有点像有些事情你一直想要改变它，但是你努力了很久，最后你发现又回到原点。那每一首歌曲其实都有一个循环的意念在里面。大概是这样，就其实循环有好的也有坏的面向啦。那像如果你能到的雨里面这首歌的故事，其实就是比较悲伤的。像我以前表演的时候会介绍，就是它是写给一个我很爱很爱的人，但是我很爱他又很恨他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不断做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他在伤害他自己。那其实他也知道他在伤害他自己，而且他身边的人会因为这样很难过，对吧？那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过了很久了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，就是希望他去改变，可是又不断的发现怎么又回到原点了？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事情还是一样？对，所以如果你的道理里面是比较悲伤的循环的概念在里面，对。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其他什么歌？其他首歌感觉已经快哽咽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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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快哽咽。它其实也算是一首情歌，那它就是在讲我有一个很爱的人，就是很爱的人，就是我有一个很爱的人，但是我的心意永远没有办法传达给他，可能是各种原因，可能是他不在了，或者是可能是我害怕我破坏了我们原本朋友的关系。所以我一直忍耐着这种感觉，就是在讲这种爱恋中的压抑的情绪。其实编曲里面，迷航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跟现在大家听到的版本是差很多的。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你可能有印象吗？你有感受到迷航改变很多吗？你说之前在我们学校表演？对啊对啊对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其实差很多。我回去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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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看到跟现在不一样的迷航都不是我们唱的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就是其实，在编曲上改变了很多。那可能主旋律上是没有太大的更动，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还好。那其中编曲上改变最大的其实是节奏旋，就是律动的部分。然后这部分就交给肖老师。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迷航的节奏是比较八分音符，比较工整的。但是就是大大老师他有给我们建议，就是说把节奏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就是现在去听就知道了。如果以前有听过现场的迷航，就是大概是去年之前的，对，那就会跟现在的版本很不一样。但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现在的节奏的，对。好，那先其他人要不要先分享一下？大家好，那关于贝斯的部分呢、啊？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就是关于贝斯的部分，其实大家比较能够听到的部分，应该是关于第一次副歌后面那个独奏的部分，就有一些爬音，让观众可以听众可以更加的知道那段在做什么，不会像其他段落一样有一种平平过去的感觉。这首歌主要是一开始是我先写，对，然后它的主要的那个前奏，其实在蛮早的时候就定下来。然后这首歌其实当初在实验的时候是一首比较缓慢的音乐，就是比现在版本缓慢可能一半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那种附点的一些吉他效果，所以就是让它听起来就是比较迷幻的。然后因为乐团是就是吉他的一把，然后就会运用一些立体的声响，让它听起来比较丰富。他在编曲上的时候会同时考虑到现场演奏的效果，对，就是让现场的时候他用一把吉他可以发出更完整的 band sound， 就是 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音效是用放的这种感觉，对，就是他会把我们单吉他这件事情也考虑进去编曲的部分。那除了就是刚乐器的部分以外的话，那在 vocal 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制作上还有配唱老师，然后是 Vince and Daisy 的卡卡老师，先帮我讲掉了，对，还要帮你再讲一次。对，就是其实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吓一跳，就觉得哈什么卡卡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就其实当下就觉得压力蛮大的，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啊又跟偶像见面，要跟偶像合作的这种感觉。好，那这些先不讲，就是有配唱老师这件事情算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，就是以往的如果你们到了雨里面的 EP 里面是没有这个角色的，对。那因为老师给我很多建议，主要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不跟字的和声，对，就是像迷航前面那个那个东西其实是原本是没有的，对对对。然后像你们大家听到的那些声音，就是那时候是我跟卡卡老师一起唱的，想到就觉得好害羞。开花，就是你们听到的那些声音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一次有制作人跟卡卡老师合作，所以才让这首歌曲在vocal 主旋律上呈现的也更加丰富，然后气势有，我觉得有跟原版相比之下有更加提升，对，更磅礴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录歌的时候在录迷航，就是像刚前面讲，就是很紧张，然后。有一句迷航的歌词是一步一步将我的心航向了边际，然后那时候唱了大概两三次，然后卡卡老师就给我一个建议说、哦、我觉得那个一步一步的这一段歌词要更有一步一步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好，然后我就思考思考，好，一步一步可能就是要有种那种断断的那种
一步一步，就是有点抖抖的感觉，就有点像现在大家听到的录音，有点像那样子的概念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努力投入我的情绪唱出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这次不错。然后结果录音师就说好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次录怎样，然后就放出来。一步一步将我的心航向，那就什么将我，然后我们整个录音室的人都崩溃了，就是伍佰老师，对，突然就有一种伍佰的感觉，就前面真的我真的觉得唱的蛮好的，结果还在那个偶，对，就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唱出来的，可能最辛苦的就是会想要说。怎么样可以摆脱旧有的、一些习惯或者是一些作品的样貌，然后不要脱离自己的初衷，但是又可以做出新意，这样子的感觉会是就会比较辛苦的部分。但是就是有点像是在自己在那边就是挖自己的东西，对那个过程，对算蛮压抑，但是就是还蛮喜欢，就是。有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的一种成就感，这样子。对，你们觉得你们这个新单曲有挖到吗？有，我觉得有，当时已经就是挖到，应该穿过去了。就其实迷航其实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。迷航早在我们发《如果你能到的雨》里面的时候，2018年的发片巡回的时候就已经有演出迷航了，然后。他当初做出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也算是找到了一个他全新去诠释，就像前面他说最一开始出现的就是那个吉他的 riff 的那个东西，对，我觉得那也算是当时就是佑霖的一个很大的发掘到的新技能，新 idea， 对，然后再加上那时候。有制作人，还有卡卡老师，然后就是其实在这首歌有很多就是合成器啊，或者是钢琴之类的这些东西，算是我们全团的一个全新的挑战吧。因为这些东西在前张作品是不会听到的，对，所以迷航算是白平日直接大家一起的一个全新的药剂。希望可以赶快。生出一张专辑，其实从我们出《如果你能到我的雨》里面的 EP， 然后到迷航中间，我们其实隔了很多很长的时间，就是我们算是消沉下去，所以我们做完迷航之后，其实就蛮想要赶快再继续出新的作品出来。那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做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喜欢白平日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到他们的 FB、IG 跟 YouTube 去关注他们，点赞，然后订阅、追踪，对。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帮忙按个赞、订阅一下，然后支持一下。迷航现在在 Street Voice 上也可以听到，对。所以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记得去支持他们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